发展与全球竞争力的提升，技职教育总是扮演关键角色。随着时代趋势与产业脉动，为各个领域注入新技术与新人才，昆山科技大学一所全方位的教学与应用研究型科技大学，自2006年连续11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，更在2013年起获得4年期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计划，是长期深耕技职教育、培育专业人才的优质领导品牌。昆山科技大学创立于1965年。位于台南市永康区，校地22万平方公尺，校区宽广，学生人数逾14000人。本校处于大台南中心位置，毗邻高速公路大湾、台南交流道、台南及永康火车站、高铁站，市公车可直达，交通便利，临近南纺梦时代、成大学区及永康生活商圈，生活机能完备，与台南科学园区及台南科技工业区密切互动，产业资源连结丰富。在创办人李正和先生、董事长李世崇先生暨历任董事及现任校长苏延坤教授尽心办学、不断精进品质之下，由创校之初为工专，扩展为工商专，进而率全国之先升格改制为技术学院。2000年，再因成效卓越，改名为昆山科技大学。随着产业脉动，昆山科技大学现有工程、商业管理、资讯科技、创意媒体、民生应用及国际等6个学院，重点发展绿色科技、文化创意、智慧生活与精密机械4大特色领域，持续培养优质的产业界人才。工程学院，台湾工业技术升级与国际接轨所需优秀人才的培育摇篮。除授予学生理论及实务训练，培养产业所需技能，启发其领导与创新能力，也辅导同学养成正向思考、理性沟通、认真负责及正确的职业伦理观念，同时持续推动绿色科技与永续环境。所属系所荣获教育部评鉴1等，亦全数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IEEP 之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。商业管理学院培育新世代企业所需之优质商业管理人才，在教学上以商业自动化为基础，整合各系特色，传授学生发展与运用管理功能之知识，积极培育具有处理与解决问题能力之管理人才，推动国际交流、院际合作及系际整合，以追求学术创新，透过企业诊断、产学合作、推广教育，整合地区资源，落实社会服务目标。创意媒体学院，台湾文化创意专业教育与应用的领航者，以整合创意、设计、媒介与行销为主轴，结合平面媒体设计与多媒体设计，专注影音互动媒介创作，强调空间环境及电脑虚拟实境，
辅以创意行销与产业服务，是国内外少数将创意由构思、设计、媒材使用、创制到行销、体现整合的教学机构。前瞻性教育目标，创造终身学习与社会体验教育的学习环境，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，产业整合研发，以达到产学合作与理论教学均衡发展之目标，更配合国家 U-Taiwan 及 I-Taiwan 人才需求，研发资讯界领先技术，以提升产业界竞争力及生活品质。支援教学研究与推广学术，图书资讯大楼为全校资讯图书藏宝中心，包含图书馆、电算中心及国际会议中心。图书馆拥有东亚首座最先进 RFID 自动化大型图书分类系统，同时参与全国各馆际合作联盟，发展特色馆藏，增加数位典藏规模。2015年世界网络大学排名，机构典藏荣获全国暨职校院第一名。同时，致力打造数位化校园，建构无线上网环境，营造资源共享与跨校跨国的学习环境，与终身学习之虚拟校园。学习都是为了与产业有更密切的连结，为此本校设立十大研究中心，建立核心技术，协助产业转型或技术升值，共创商机，其产学合作绩效与能量排名全国暨职校院之先。首创跨院系科技整合专案计划，培育创新研发与创意产品开发团队，与超过1100家厂商建立产学伙伴关系，积极推动产业学院，与台湾基体电路、东洋实业、南茂科技、统一企业、可成科技、宏远兴业、群创光电、东台金机、西机动画、精英酒店、芙蓉饭店等101家公司签订人才培育计划，毕业直接就业，9万多名毕业校友跨足各大产业，一直是企业的最爱。昆山科技大学是台湾技职教育的领航者，更是台湾技职之光的培育摇篮。在全球化浪潮中，
本校和欧美亚洲及纽澳地区缔结280余所姐妹学校，接受来自30多个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就读。除特别成立国际学院，推展国际学程，并设华语中心，提供国际学生多元化华语课程，更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合作，开设友邦国家人力资源培训课程，积极拓展国际外交。而学海逐梦、学海飞扬及学海习珠等计划，让本校优秀学生赴海外姐妹校研习，前往美国、日本、奥地利、法国、德国等海外知名企业学习。他们是各项知名国际竞赛的常胜军，势能接轨国际、放眼全球的顶尖人才。他们来自昆山科技大学。昆山科技大学，台湾专业技术教育与应用的领航者。